还剩两小块了，过了，两面净了，这两块没使劲，来过了，又给我整来了，嗯，我给你吃饭，来整点吃，看这是啥，热乎的。他别说写着，这可真没写着。啊，烧鸡，烧鸡，看我看香，嘿嘿，这老，哎呀，呵，一打开袋就有味儿，香。这李师傅打下了，哎呀，有点热，两块两块。这天气吃凉的也不中啊，在家里行。这是品牌烧鸡，这玩意儿吧。那个面，昨天弄面，昨天上菜了。回来了，我看这午饭店，这午饭店上午。热吧？热，烫着我。中午下午就回来了。是这冻死了，上半天凉的。哎，真好哈、啊。不说不行，就是香。这品牌吗？那是出名了，有名气。什么扒鸡，这个熏鸡，啥都不好使。特色嘛。哎呀，你们这小鸡还不胎，吃着还有咬头，关键它味儿好。很多人买的烧鸡都老好吃、啊。不想吃这个。饿了，老兄弟给我送个烧鸡来。今天放点大腿底下吧，软的那吃啊。哼，软的也不做菜了，一个鸡腿。我吃着看啊。让人整着和这咋比的？来来来，白天亮，晚上亮，月底亮啊！看啥都是亮他的眼睛啊！哎呀！正玩意儿是吧？真好吃，不说不行。我媳妇就愿意吃这个，这个好吃吗？这个还有猪头肉，这个吃不够。嗯，猪头肉上回做完了。可以，啊，这汁儿，这个汁儿好，有味儿，哎呀，馋死了，去。老乡、啊，来一块儿。来来，白天亮，晚上亮，分给你刷四个亮的眼睛。队友，这块给我，我愿意吃这块。你吃那块，这俩鸡腿留着吧。是吧，嗯，真的。
你不服不行哈、啊。哎、嗯。来，咱们也不出一说，也不夸他支持，就是好。反正很多人都买过。哎，谁不说谁就买个吃试试？是吧？很多人都买过，都说真的不错。哎呀！不是吹牛，就是好。